我们在张明的体内又发现了和六幺五胺成分相同的致幻剂，会不会跟白亚星有关？但是他养哥哥这事儿是林教授给他的治疗建议啊。凶手真的不是张明，是林教授。哎，其实，在10年的时候，我们就见过一面，就在我这儿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喂，喂，罗飞，林老师人没事儿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罗警官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不会是又想编故事给我听，说我害林教授吧？ 这白亚星是六幺五案的幕后老板，我担心他对您下手。白先生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张明的死因已经确认了，致幻剂加催眠诱导跳楼。致幻剂，这是六幺五案的。白亚星之前做过线人。 他的嫌疑最大了。哦，哎，这也不对啊。他白亚星为什么针对我？动机呢？林老师，您跟白亚星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夏梦瑶。对。啊，就在刚才啊，白亚星跟我说呀，8年前我们俩就见过。 是这样，当时他带着女朋友来我这里做心理治疗，我给他的建议呢是必须切断他与女朋友的联系。他听完后啊，没再多说什么，就带着他的女朋友离开了。那高明后来怎么样了？他跟我说已经康复了。已经康复？怎么康复的？我没多问。 让梁英去查了。林老师，林老师，哎，您这是想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呀？哎，就在刚才，我和白亚星签了合同，我已经和他达成了长期合作了。就刚才？是。 林老师，我觉得在没有弄清楚白亚星的目的之前，这行业大会咱别开了。哎，这不行！行业大会筹备了这么久，所有的请柬都发出去了，我们必须要如期举行。可是太危险了呀！不，不能有半点的变动。
这样吧，林教授，特殊时期，我从队里调点人来保护你。谢谢。 就这样，给他们喝吧。梁姐，豆浆放这儿了啊。罗队呢？不知道啊，应该快来了吧。这边。罗队，高梅8年前就死了。死因呢？精神错乱，割腕自杀的。8年前。10年。10年？那白海星就是在骗林教授啊。 投资林教授是白雅欣现在做的唯一的行动，看来他的目标不单单是林教授，而是整个行业大会。投资林教授是白雅欣现在做的唯一的行动，看来他的目标不单单是林教授，而是整个行业大会。你好，林恩琪。你好，在这里哪里？这儿是吧？你好，签这里就行。陈哥，A区准备好了。不对，会场内外都已经布控好了。郭海静会场的人都给我记录下来。他们三个怎么来了？谁啊？今天周怀古、杨平。 林教授，不用管他们，进去再说。你在哪儿？在你后面。晚了。所有人都注意啊！马上开始了，盯紧点。收到。收到。 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心理咨询师行业规范大会。心理咨询行业在国内境地尴尬，行业形象也较为模糊，从业人员的素质更是良莠不齐。有一些人通过催眠做了一些违法犯纪的事儿，民众就比较容易误解。催眠本应该是催眠者。 和催眠对象深层次的心灵交流，可是，因为这些人打着催眠的旗号谋私利，他们造成的后果却要我们整个行业来承担。下面，我们有请林明鼎教授跟在座的各位一起讨论，如何治理行业乱象。有请林明鼎教授。 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行业规范大会的发起人林明鼎。刚才啊，我在大家的议论当中听到了一个字“乱”，还有一个字叫“治”。对了，有乱呢，咱们就要有治，可要治乱啊，就要有管理。我们现在啊，有不少的心理咨询师的协会，但是都是各行其事，各自为政。那么作为发起人。 我提议大家统一起来，我们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协会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制定我们的行业章程、行业的准入标准，以及建立一个催眠师资质认证的系统。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啊，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建议
提出你们的想法和意见，请大家畅所欲言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林教授你好。你好。在场所有的优秀的同行们大家好，我是杨斌，在这里呢有一点个人的建议和看法，想和林教授探讨一下。成立全国性的催眠师协会，制定章程，统一管理，这事儿听起来不错，但实际上它却是把双刃剑，如果操作不好怕是会起反作用的。现在啊，行业里乱是乱了点，但是也是百花齐放了。真要统一了，那就牵涉到一个路线确定的问题，路线万一定歪了，那就是荼毒整个行业。的确是。宁先生，你想规范整个行业，是想好了战略路线了吗？啊，我不过是呢提出自己的拙见，算是抛砖引玉吧。啊，当然了，我这些年呢对这一块做了许多的理论研究，也写了一些文章。你的文章就是所谓的心血和心条的概念，是吗？是的。林先生，你恐怕是过于乐观了，在我们看来，你的心桥理论更是存在着严重的隐患，万万不可再。什么是心桥疗法？心桥疗法就是通过搭建心桥，让患者感受到温暖。你说我就像之前催眠者和药，让他忘记罗拉战争的死因一样。我的隐患从理念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除非有人想要蓄意破坏心桥，而能够破坏心桥的人只有催眠师。这三个人明显是。见不得林老师一家独大，并不是真正的治疗对象的心结，并没有真正消除，用心桥掩盖反而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。啊，不不不，心血一旦形成啊，是不能消除的。你说心桥术不是真正的治疗，可这些年我是积累了不少成功的案例啊。啊，不不，我们并不会否认你有成功的案例，但是失败的例子难道没有吗？啊，林先生，有些事儿呢我们不想说，但是今天的大会关系到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，还请你如实回答。没问题，您请问。前段时间有位叫张明的老人坠楼身亡了，而在上个月你刚刚对张明进行完心桥治疗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结束之后把这三个人带回局里。说到了对。建立行业联盟是件好事啊，但是林先生你的思路不对，所以这事儿还得大家一起斟酌，绝不能仓促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林老师，哦，你来了，啊，坐吧。没事，坐。咱们这行业大会召开之前啊，我是三番五次的邀请秦教授、周怀古教授来参加。都被他们拒绝了。直到昨天啊，他们才找到我说他们要来参加，我当然高兴，对吧？我以为他们已经都想清楚了。
没想到。林老师，您看，这来了这么多人，不是还有很多人支持您的观点吗？是啊，林教授。其实吧，只有他们三个反对您的心绞疗法。如果不是他们三个蓄意破坏，咱们这次行业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的。在此之前啊，他们对我的心绞疗法有种种的非议、反对，这我都能理解，学术之争嘛。可这次大会，事关咱们整个行业的未来，这和学术之争完全是两回事儿嘛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为了大家共同的事业，怎么就不能先暂时的放下这些成见？林老师，我倒是觉得周怀古他们这一次是被人当枪使了。哎，我同意陆师哥的看法。可这是会是谁呢？是啊。反正呢，不管是谁，我和罗非一定会把他给揪出来的。林老师，您现在啊，好好休息一下子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。林教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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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们不接受采访，不接受采访，我们往外去看一看。林教授，坠楼的死者生前曾接受过您的心绞治疗，您现在对死者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这问的什么问题啊？您哪家的记者啊？不是吧？别人误会心绞术。对于前段时间出现意外的患者，我深表心痛。但是我希望媒体的朋友们能相信我，我的这个疗法是能给病人带来希望的疗法。这次的意外，一定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脚。原来都是骗人的，你赶紧给我退钱！我刚带他的咨询费交了钱，这老头是全罗东收费最贵的，开心还开心吗？白费蒙不吝的，赶紧给我退钱！我告诉你，赶紧给我退钱！退钱！林教授，心绞，谁派你来的？赶紧退钱！你怎么了？赶紧退钱！谁派你过来的？退钱！行了，退钱！喂，别拍了。林教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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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林教授，林教授，你怎么样？林教授，没事吧？林教授，退钱！别挤了，林教授，别拍了，叫救护车。心绞术对于心理疾病患者们来说，究竟是福音还是潘多拉的匣子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结合众心理学者的声明来看，将心理治疗寄托于心绞术是存在一定风险的。据悉，曾经就有一位老人接受过心绞治疗，结果却从高空坠落。林老师，来水。嗯。宋平啊，你还记得你上大学的第一堂课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吗？啊，记得。啊，说是有一个病人躺在病床上，他绝望地注视着窗外那一棵被秋风扫过的萧瑟的树，他突然发现，居然还有一片葱绿的树叶没有落。这病人就在想啊，等这片树叶落了，我的生命也许就该结束了。于是他每天望着那片树叶，等着它掉落，也悄然地等待自己的生命的终结。可是，那片树叶一直都没有掉，直到那个病人逐渐的康愈了。林老师。其实那树上根本就没有树叶，只是一位画家特意给这位病人画上去的。催眠是一种心理疗法，是在那些患者的心中画上这么一片支撑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树叶，重塑他们的内心世界，能让他们更加的专注，更加的勇敢，让软弱的人变得强大起来，这才是催眠的意义所在。没错，
这是您教我催眠说的第一句话。好，你记住就好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白亚星扭曲了催眠的本意，那么我希望你能够阻止他。怪我，都怪我太着急了，没有多加考虑就跟他签了约，现在工作室已经被他掌控了。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守住您的心血的。记住，守住催眠行业比我的事更重要。可是您怎么办啊？未来是你的，是你们的。也许啊，我真的该退休了。那好吧，林老师，您去休息。嗯，句子不好了。嗯，你去忙吧。哎。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在里面休息呢。夏师妹，嗯，你为什么要把白亚星介绍给林老师认识？白亚星说他对催眠感兴趣，而且林老师是这个行业最德高望重的人，所以我就介绍给他了。发生这样的事儿，我也很意外。行业大会怎么回事啊？行业大会一直是林老师最看重的事儿，都是他亲力亲为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罗警官，这些事儿真的都是白亚星干的吗？这个事情不劳您操心，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找您的。好，罗师兄，罗警官，如果警方需要有什么我配合的话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去。哎，师妹。嗯。这身衣服挺适合你的。罗队，行业大会的三个人都问过了，他们承认是被收买的，但是收买他们的人没有露过脸，钱也是黑卡转入。把资金先冻结了。好。白亚星吃药。吃药？吃什么药？叫什么依托什么胶囊？依托脱肝软胶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是一种抗肿瘤的药物，我爷爷去世前吃过。让陈亚新去医院查一下白亚新的就医记录。上你地儿了，没事，待着吧。想什么呢？忘了。你知道吗？从我认识林教授开始，他就一直对我很好。上学的时候给我开小灶，包括来公安局做顾问。都是因为他照顾我，现在他生病了，责任落在了我身上，我担心我会让他失望。
干嘛？用这个安慰我？你不知道一个招数用两次就不好使了吗？来，喂，罗队，三年前白雅欣曾经去过龙州医院进行过身体检查，那个时候她已经患上了淋巴癌，并且跟夏梦瑶有过接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看来夏梦瑶和林老师的相识也是计划好的。嗯。一个生命即将结束的人，会做些什么呢？白先生，你病情的恶化比我们预估的要严重很多啊。现在癌细胞已经入侵到骨髓了，我的建议是及时入院，尽早的接受全身的化疗。白先生，白先生，那化疗需要多长时间啊？4到5个月吧。这样吧，我回去考虑一下。那你最好快一点决定，你自己的身体什么情况，你应该最清楚。好。多菲已经怀疑我们了，如果被他查明白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别担心。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阻止我的。计划照常进行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今天计划一定要完成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彻底毁了新小说。我要让林明鼎亲眼看着自己的毕生心血毁于一旦。警察那边我会处理的。喂，我现在赶过去。不要过来，你现在过来会影响接下来的计划进行，千万不要过来。以后好好生活去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吃水果，来吃点水果，来，太客气了，吃水果啊！哎呀，雅兴的孩子总算走回了正道，谢谢阿姨。浪子回头金不换嘛，雅兴以后啊，肯定会越来越有出息的。只要他对高美好，这桩婚事啊，咱们肯定赞成。赞成。哎呦，那感情好，太好了。我也喜欢。爸妈。那你们先聊，雅兴一会儿就回来了。
我去接他一下。风风火火的。哎，这姑娘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我去看看。太太来了。你找谁？白雅欣在家吗？我是她朋友。啊，快请进。雅欣，小花的死刑定在了月末的28号。你要振作起来。奶奶，你不要这样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样你让我怎么办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白雅欣，我现在看着你，我就想起我的爸妈，怎么能过去呢？你滚！滚！要想对他进行治疗，想让他康复起来，你必须要离开他。要离开多久？恐怕是永远。梅梅，我给你买了点苹果。阿叔啊，我想清楚了，这手术我不做了。做手术太耽误眼下的时间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对我而言比我往后能活多少年更重要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接下来罗非不能留了。那陆凤萍呢？我亲自去解决。
慌张，超越痛苦到达真相，那是我等待命运安排，一人面对一个未来，闯入黑暗的深邃就机会，这一次同行的又是谁，与残酷相对，害怕学不会，学不会这一次和你面对，在命运经过的入口，那只我不舍的眼眸，闪现的画面，那是危机到来的黑夜，危险边界一起并肩，说是改变世界的宣言，宿命般的直觉打开了你的心结，让正义归还世界，归还你一切，在命运经过的入口，那只我不舍的眼眸，让命运的筹码，一直到你相信他才勇敢说的话，说可不可以重新在一起寻找正义的真理，在黑暗中又携手一搏，光亮起在那一刻，在命运